又见面了，是啊，李总。第一次三人约会，有点小紧张。不用紧张，当他不存在就好。 所以他是保镖，男友，现保镖，前男友。好别致的人物关系，我还是不打扰二位了。哎，没来的时候，一度还相信我跟小姐姐的兴趣爱好应该很相近，但是你带来个男人过来相亲，哈？ 这种做法真的有够新颖。嗯，你也挺新颖的，带只狗来相亲。这是我家死哥，我的 bro，我需要你朋友呢，要符合我家死哥的口味。来，跟姐姐握个手。死哥，死哥，等等我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戴杰，念初又见面了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嗨，这不是一直没找到吗？又见面了，是啊，李总。那个，我还想起来，我突然有件事要去处理一下，那个我先走了，以后常联系啊。戴杰。 这个相亲局是为了气的，怎么反而我被摆了一道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在那儿相亲，你不躲一边，你抱着个熊在那儿杵着干嘛？你别说是人了，狗都被你气跑了。你说为什么？我哪知道你抽什么风？姑娘，我抽我的风。 你脸红什么？阮小姐，又见面了，好巧好巧。你就不能替我拎点菜吗？你就不知道心疼心疼我？我这不是拎着你，我还得给你扇着扇子。 我这多心疼你呀！谢谢，来吧。谢谢，慢走。我到家了。 可以走了，呀！哎呦，怎么这么巧啊！都到我们家楼下了，上去坐坐吧。对，上去坐坐啊！哎，你看，我们今天买了好些菜，让你叔叔给你露一手啊，露一手。爸妈，丽腾晚上还要加班，就不上去了。加班也得先吃饭吧？你吃了饭再加班也来得及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凑凑凑凑凑，哎，叔叔我帮你拿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打扰了啊，那我上去了。 多吃点，别客气啊。好。
念念啊。嗯。嗯。念念。嗯。我是让你给小丽夹菜，人家小丽辛苦一天了还送你回家，你说你这孩子。阿姨一点都不辛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嗯。你看人家小丽多低调啊。嗯。真会说话。小丽啊。哎。以后我们家念念啊，让你费心的地方还多着呢啊，吃。哎，阿姨你也吃，多吃点。伯父煮的菜特别好吃，比外面的饭店还好吃。不敢不敢，比外边饭店那还是差不少。那我看下次我带你们出去到外面吃，不然每次都要伯父煮，特别累。哎，不累不累，一点都不累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等你休息的时候就带我们俩去。嗯，下周吧。我下周可能比较有空。好，说定了啊。嗯。哎，来。哎，听我说啊，我们的演出啊，成功引起业界关注，剧团接到了编程戏剧节的邀请，明天有重大惊喜等着大家。什么惊喜？团长快说啊！是不是有奖金啊？小丽，你想多了，一会儿让念念帮你洗。阿姨没事，我快洗好了。那个锅你别动啊，一会儿我来。没事儿，我一块儿洗了。别玩手机了，说你呢，去帮小丽洗个碗。你顺便呀，给人道个歉。道歉？我道什么歉？我又没做错什么。不要。我一看你们两个就是闹意见了。妈妈跟你说啊，退一步还有阔天空。去啊。去呀！你说你这孩子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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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妈！快去快去！我快洗好了，你先出去休息吧。嗯。你还要跟我到什么时候？你不要跟我提什么保镖合同。乔宇飞那套把戏，你完全可以拒绝的。等到你消气为止。我不生气了。明天开始，你不用再接送我了。我希望我们分手以后就不要再拖泥带水了。那你能保护好你自己吗？厉总。你未免太高看自己了，你以为我阮念初离开你就活不了了吗？阮念初，你乖一点，我不想你受到任何伤害。可是你已经伤害到我了，我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如果没有硬币的事情，你还会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吗？放开我。看来你有好好练习。所以你还要跟着我吗？要。丽腾，你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吗？有时候我特别想搞清楚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。你那些神神叨叨的套路我不懂，还有你那些自以为是的保护我也不需要。你被解雇了。